大家好，我是百香果班的陈文馨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《龟兔赛跑》。有一天，兔子看到小鸡，他说：“你敢不敢跟我赛跑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敢。”然后他看到小鸭，他说：“你敢跟我赛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也不敢。”然后问你应该不敢跟我赛跑吧，他说我敢啊。然后谁先跑到那一棵树下，然后兔子又跑的，然后乌龟又爬的，他就说，然后兔子睡一个觉啊，然后他就说，你要不要？他就睡着，然后他就乌龟就爬到那一棵树下了。兔子一起来就看到乌龟已经爬到那棵树下了。谢谢大家，我讲完了。